让你的椎间盘能够真的活动到。你们试想看看市面上有几个？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在床上睡前呢，大家做三分钟就够了，没办法两分钟嘛，对不对？那你会发现很多奇迹。为什么？因为你的椎间盘当有动的时候，你的氧气养分才能够进去。那等一下呢我们给几位，大概五位来试试看因为每一位如果做的不标准，你就知道他错在哪里，注意在哪里你们就更正如果每一位做几秒钟可以大家每个一起做可以但是要掌握原则那我们这个运动呢主要是要靠这个两个腿然后腿尽量的贴面，然后靠腰的力量在动然后我们请这个目前为止做的最美的最标准的来做一下这个如果说这个人如果说有点微胖做起来好美，你知道吗？对好，来，不用这个，来，大家看首先不要急着做，为什么？尽量靠边，就是站着照不要挡住人家因为手要这样子的话，它才能自动，它会转。如果手靠地的话，这边就不动了。当我们脚动的时候，是靠脚跟在动。那脚跟呢，是整个是直的，是贴在这边，尽量你不要翘那么高，就是意义的。然后靠这个两个腰在动，然后椎间盘就来，能不能细部运动？来快一点，妹妹。你看，你会发现，你看，小看这个，脚跟在驼，然后是靠腰的力量，有吗？赶快照。3年以后才能照嘞，我们3年传一次而已，不要太靠近啊，这边就可以照啊，不要小看这个运动，你只要2-3分钟，你就整个热热啊，像冬天不怕嘞，等一下，你们上来应该是状况百出了，屁股的力量动吗？不是，靠腰。靠腰再弄不要拱，尽量不拱，靠脚跟再滑。你看，等于说，你看我用分解，用好，当他要动的时候，动不起，他是这样，瞬间是这样，然后缓缓，他是靠这个腰的力量，这个尽量不要滑，尽量贴地，如果越慢，他就做的越不标准，好快。不用吧，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也要这样子，太高了，有气的地方凹下去，哎呀，换个头了，换头，转个身了，大家有福了，你看，各种角度都有啊，你们要去，有点冒汗了，你看，阳中的冒汗。老师，那个脚会这样。不会。床不能太软。你看，你看，不要看这个，你看这个是在动，那椎间盘是跟着动，手举起来就让它活动，你不举起来，这边就不动。手也有上下吗？没有，手是你动的话，它自然就会动。对，它是带动的。等下你来试吧。试试看。来，试试看。切着。脱掉比较好啦，因为要靠脚跟滑。一天只要2-3分钟。头在这里。不然你那个。